心动魄的这个峡谷之行就结束了。我们现在的油耗是18.6，这应该就我们昨天上山的路吧。明年呢，再去参加一次阿拉善英雄会，翻过山，越过岭，爬个陡坡。哎，就是还没爬过沙子，所以明年去一趟阿拉善。怎么样，老妈？阿拉善英雄会，阿拉善英雄会。去吧。前世未遇千里，不花光了我所有的钱。咱们上次在那个草原那儿爬的那个跑汉坡的那个沟子，那个危险是那种危险，惊险。那个是没有错车的危险，因为没人跟你一块来，人家那地方。一辈子也没几辆车去，他不会错车，那个是往沟里栽的危险。那个是完全可以翻车的。我也是从那个沟里出来以后，就感觉到这车我已经完全可以轻松驾驭了。一上到车，加油啊！这么还不加油？这不是加油声，干嘛去？要分手了吗？掉头呀！走错了，走错地儿了。往回翻吗？前面也能出去。为啥要掉头？走错了。能出几去，大不了是绕远了。啊？哦，咱们是方向走错了。哦，你先过吧。想不想？走。明天过去，明天过去，明天过去，停车，停车。前轮。别说我们走。前轮有风筝吗？我这不全部走。嗯，看。停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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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车。车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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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，那也是因为我现在的油门加足了。刚才因为跟着他们呢，你要大家都在互相找这个整体队形的一个速度。当你自己跑的时候，你就按照自己节奏走，没事跟自己踩油门走。我们现在和车队已经各奔东西了。玩完了，各回各家了。又到了出发的时候，来不及多想，背上空空的行囊，出走他乡。又到了启程的时候，前方请转弯，请慢一点。就算前面不在路的前方，右转，然后马上左转。看一下身份证。别看我们辽宁，辽宁不缺。我给人家看身份证，自作多情，人家不看。左转，进入金昆路。金昆。爬
盘子。绿盘子是绿啊。我估计年轻的导航导的低速。绿色可能死天。不想走这种。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2.9公里。这里是最近的路，因为80公里能过去。是你来这个不是要倒130吗？它这朝近路了啊。后近路就是穿村子。哦，就是。走乡间路了，那我们就体验一下。你要是走国道旅游就是这样，就随时可能要穿越各个村。真走，还挺走。没事，您看到有啥好玩，咱停下来可以转。35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三轮车是啥呀？那轨子了，三轮车。对呀、啊，那个前头有个三轮车，哪是拐子呀？不愿再随波逐流，让青春被埋葬，用尽一生的时光。